据国外媒体报道称，沙尔克04队的年轻中场迈尔即将加盟英超球队水晶宫，这名德国中场此前一直是米兰的目标。迈尔与沙尔克04的合同在今年夏天已经到期，此前意甲豪门 AC 米兰一直有意将其引进。虽然米拉贝利已经离开了米兰，但新上任的技术总监莱昂纳多却并没有放弃这笔转会。此前有消息称，米兰与迈尔已经再次取得了联系。对米兰来说，迈尔对高额年薪的贪婪与执着是米兰放弃引进他的最大原因。如今迈尔已经决定加盟水晶宫，因此这名德国中场将彻底无缘加盟米兰。据悉，水晶宫为迈尔提供了非常丰厚的薪资，届时他的年薪将会接近千万欧元。对于迈尔转会水晶宫，德国媒体图片报也是发文进行了讽刺，世界级的迈尔去了一支英超保级队，